BF 4可以把红外线收掉，收不起来，反正我已经摸光了，真的超恶劣的，不能收。废游戏，好像跟我们一样的位置，应该跟我们一样的位置。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不然就那个二楼吧，或因为我看电梯在一楼，应该是二楼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窗户。那就是那个二楼干扰掉了，已经看到干扰器的那个虚虚了，你还上去？还好刚好来不及，他滑上去。倒车啦，不用去了，去办公室那里，大窗后面那个办公室。看一下这边的三楼有没有？现在几个人呢？五排。等一下休息啊，等一下给你玩。OK。靠北，我出门前 Tony 不是来打吗？为什么出门回来就换杂草？应该是有人。Tony 在打，我就被吃饭叫去吃饭了。你妈他妈叫他去吃饭。地下室一楼有人，就是要配 R 六。哎，有一只在办公室这里。我看到 Yeager 还有 Mute 在一楼。有没有人会过来穿他？啊，没有，他没发现我的车啊，被发现了。他现在在办公室里，他在办公室里。你锤的、哦？对啊，我锤的。反正等下弄大半的话，要小心那一边。注意左边床，倒了，不用弹，我先进去。看，没灌到他，手在右侧，在那个小房小隔间那边。他左边挖洞了，右边有洞。哦，不行，你们进来太危险。哎、欸、，H 帮我这边打个洞，这边墙。榴弹发射器射了这个洞，进去了。OK， 这里安全，注意一方向就好。有人进来帮我。楼梯有一只，电瓶在楼梯。电瓶在楼梯口。你看没血。电瓶超假老兵。点开应该 OK 了吧？对吧？不要进过来哦。Nice。卡着就好。哎，里面，他在小房间内。他到我。
白痴，全都要敲不掉。对对啊，他怎么跑到你那里去？全都又不能敲，他冲到你那里。有事，发现他妈的，看上非要哄他。太好笑了，有病哦！敲全盾。我只怕他突然敲什么边边砍到我，就那个判定就很奇怪，我真的很怕这种烂设定。第一次看到有人看到全盾，然后冲上去敲他的。然后他可能被灌输一种观念，就是看到盾兵就是往前敲的概念吧。他是那个 COD 玩太多。刚刚对面那个电兵真的太单纯了。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会冲过来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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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跑超大声。对啊，电兵倒哪边啊？电兵从屁股啊，绕办公室那边。